大卫因信称义的操练。我们一起来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我们一起把十二章念过一遍。十二章第一节，预备开始。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户户，一个是穷人。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情。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并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身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
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提亚，因为耶和华爱他。约瑟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回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仍旧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得，又牵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拔下，或铁斧下，叫他经过砖窑。大卫是但亚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一起读完了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好，那撒母耳记下在十二章当中，他谈到三件事情，那也可以就是成为我们今天的三个段落。第一件事情，一到十二节谈到拿单责备大卫；第二件事情，十三到二十三节是大卫的悔改与操练；第三件事情，从二十四节到最后三十一节是大卫占领拉巴。那我们从这三个段落彼此来学习。那从第十二章开始是延续昨天的第十一章，因为大卫犯罪了，他娶了这个拔示巴乌利亚的妻为妻，那用了不对的方式与他行淫，那甚至又这个杀害乌利亚，借刀杀人。那所以这件事情就让这个神非常的生气。所以在昨天的十一章的二十七节谈到大卫所行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圣经的一个角度来看，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可是他却行了神甚不喜悦的事。所以今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被神拣选，那成为义人，可是在这一种信心被称为义人的过程里面会有操练。那我们要看到大卫是怎么样走过，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段落一到十二节谈到的拿单责备大卫。那拿单是神的先知，大卫是神案例的君王，先知要来责备王，
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一到六节，一到四节，拿单就讲了这个比喻，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责备大卫。那大卫有知道这个律法了，大卫很清楚律法，因为在这个富户了，他能够取羊羔，那没有这个怜悯的心。那根据出埃及记的22章，若有人拿取，那必定要还他，若偷的还要还5倍。那可是所以大卫他很清楚，那拿单先知他有一种智慧，他这个首先他不会这个，我们从这边一到六节里面我们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人常常看不到自己的错误了。我们看到大卫他非常的清楚，这个能够很分析的清楚说，哦，这个富户呢，没有连续的心，甚至非常的生气，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个是他。所以从里面我们看到，真的有时候人有盲点，那个盲点是别人，我们自己真的会看不到。那第二个我们也看到，要用智慧的话语来劝罪人。在当时的大卫已经是一个戴罪之身，可是我们到前面我们还没看到他，好像他也不认为这个很严重，所以对罪已经失去了那个敏感度。所以那这个第三个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这个要勇敢的说出神的真理。因为拿单先知是神的仆人，神的讲话的人，所以他必须要很忠实的传达。但是我们人有软弱，那面对这种困境，要能够有信心的说出那种责备的话，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到7到12节呢，拿单先知他就非常清楚的指出他的罪行。那既然这么的清楚，表示这些神都在看，人看起来没有看到的事情，可是神看到了。所以10节就说到，神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所以因为罪的代价，人必须要承受，要面对这种罪的代价。那因为这个得罪神，真的必定有神的报应。那所以从之后往下面我们就看到，他和拔示巴的这个儿子，生的儿子死了。到了明天13章，我们看到这个他的儿子暗嫩和女儿这个他玛，那押沙龙又杀了暗嫩。那押沙龙之后开始逃亡，那最后虽然回来，那又篡位，那大卫换大卫在逃亡，那最后押沙龙又被杀死。所以真的刀剑不离他的家，这个就是一个得罪神的人必须要承受的那一种操练惩罚。那这个是出于神，这一切都是出于神。那甚至在11节的下面谈到说，我必在你这个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要与他们同寝。那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这个押沙龙的所行的事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16章，撒母耳记下16章22节，撒母耳记下16章22节，于是人为押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押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押沙龙他来我们说报复了，那甚至是羞辱
他的父亲大卫，在光天化日之下和他的妃嫔在外面支搭帐篷来亲近。那所以这个是神对大卫的罪的追讨了。那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罪可能觉得反正人没有看到嘛，那可是神都看到了。那随之而来的就是神的刑罚，那这个就是从圣经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个段落我们提出两点和大家来分享。拿单责备大卫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要勇敢的说出神的话。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阿们。在这边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谈到了他们怎么在传福音的心态上。我们说有人说这个传福音我们就是着重在谈到这个爱了，当然神就是爱，可是爱当中有神的真理，那也有神的公义，那这一切都是爱。那所以在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来领受这样的福音，所以一旦面对这种无法领受的人，那在传述的人就会那个信心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边勉励我们，那我们每一个传讲神道理的人，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欢的，好像这个拿单，倘若他要讨人的喜欢，他不需要来责备了，最好不要讲，没事，搞不好这个不讲帮他隐藏这些事情，会不会大卫还帮他升官，也有可能啊。但是我们今天传讲就是不讨人喜欢，那当然方法了，方法我们看到拿单的方法，他是用一种先讲故事嘛，他也不是劈头马上就说啊，这个大卫罪人，没有，他是求神给他一种智慧，让他的道理能够扎到大卫的心，这就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那因为我们不讨人的喜欢，讨神的喜欢，那必定会有一番的征战。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若勇敢的讲出神的真理，神也会带领。在圣经当中谈到许许多多的这些先知，他们有时候真的蛮可怜的，好像这个以西结，神叫以西结先知去那些顽梗悖逆的百姓当中去宣传神的话，那他说他们不会听你的，不会听还要讲，那他说 你必定要讲，那甚至他说你是守望者，守望者若看到有这个危险，若不发警告，罪就临到他。那所以说实在当神的先知，这个要承担很大的压力，但是今天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会愿意讲出神的话，那我们也看到神必定会带领他们。那再来第二个，我们从这一段告诉我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阿们。这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嘛，那圣灵会感动我们，在听真理的时候会扎心，那所以不要消灭嘛，可能扎了一次
感动一次、两次，那表示还有机会会被消灭哈。啊，他告诉我们不要去消灭，那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哈。好像这个大卫哈，他能够很坦然的哈，来接受拿单啊这个，因为他知道点出来这些罪行哦，哇，这是出于神。那他的盲点他自己看不到，那神透过先知帮他点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这个奉主名在传，按着这本圣经的正义在传讲圣经的人，就是先知的讲论。那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 很特别，好比说小弟准备一篇道理，我们也是 照进度讲的。那可是感谢神，神在那个灵在运行当中，会人的灵若谦卑，大家会发现说，哎，怎么今天好像道理针对我讲，真的我们没有串通好吗？那所以真的谦卑的人，他会感受到真的神借着圣灵圣经的话在讲，同一篇道理，那每一个人的领受会不一样，那就是圣灵在运行。那每一个谦卑的人，那能够从当中找到从神而来的话，这是从第一点我们看到大卫责拿单责备大卫。我们看回来第二个部分，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三节是谈到第二段大卫的悔改与操练。前面谈到先知讲真理，所以大卫十三节他就说，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要有人讲真理，那这个人他才能够因真理自责悔改。所以他马上就说，我承认我得罪了。我们可以想想看，他是王，一个王要能够承认他自己的过错，得罪神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那同样我们对照都是王，这个扫罗和大卫就不一样。扫罗也是做王的，可是他已经违背神的命令，神说要去除灭亚玛利人，全部灭尽。可是这个扫罗没有灭尽，留下那些羊群嘛，牛群。好，那神已经派撒母耳去提醒他，我怎么听到这些羊群牛群的声音呢？这时的扫罗他还不警醒，他还说，我是要献祭给神的了。好，那撒母耳就说了，你因为你厌弃神的命令，神也厌弃你做王，那听命胜于献祭。那所以 他就开始责备他。同样哦，同样的王面对先知的责备，大卫马上就说，我承认 我得罪神了。可是扫罗怎么讲啊？那撒母耳，那你还要在众长老面前抬举我？这就是真实的悔改跟不真实的悔改的差别，有没有完全的承认自己的罪，而且很坦诚。那我们圣经只看到他一句话，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那好像神就说，哦，已经除灭你了罪了，你必不至于死，好像就很简单。可是并不是这么的简单。我们来看这个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第一节，好，我们看第一节的前面有说到，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看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你面前，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之后，拿单见他完，他写这诗交与灵长，表示这个唱这要拿来唱的，写这诗是要给大家拿来唱。哇，那大家不就知道大卫做这种大恶了？没错，这就是真实的悔改，不顾面子，很坦诚的在神面前撕裂自己的心。那不顾别人眼光怎么看他，他就是做错了。所以第十节他就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看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阿们。这个诗篇就是大卫在承认自己的过犯所写下的诗篇。那所以我们刚刚有谈到他和扫罗的差别，就是有没有承认坦然自己的罪过。很多时候真的面子啊，面子是阻扰一个人真心归向神的一个关卡。倘若别人，我们大家都看起来，哇，你看大卫以前多么的属灵，多么的征战得胜，神都与他同在，又做王，现在要他这种身份地位的人在大家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说神除掉他的罪，不是只有这么一句话这么简单，是他从心里面面对自己的软弱，而且很坦诚。那所以箴言说，箴言二十八章的十三节就说到，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必蒙连续。二十八章十三节箴言。所以我们真的这个是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就是不顾面子。我们再看回来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从第十四节，十四节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要死。所以我们说神除掉罪了，可是那个罪的操练没有减少。所以这个就是神要操练大卫的信心，他是不是能够真的维持那一种悔改的信心，坚持到底？那因为做错事必定会有这些操练，所以确实一个人他犯了罪，那必须经历这样的操练，因为这个是出于神，所以他的孩子就必定会死。那我们往下看到大卫的一些反应，神使他的孩子得重病之后，十六节，大卫就为他恳求进食，中夜躺在地上，别人劝他，他不起来，不吃饭，那表示他真的切实的悔改，这个是人当尽的努力本分。那二十二节了，二十二节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他岂能使他？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所以，当别人看到说，哇，大卫的孩子已经死了，哇，那不敢告诉他，因为还没死他就已经这样活得不像人了，哇，那告诉他他还得了？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件辅导工作上面，有时候实话不，事实不会因为我们这个不讲就不是事实。有时候在面对这个亲人的离世，
真的，尤其是面对长辈，有时候真的我们会选择，不要讲了，可能怕他太难过，那可是哦，神会保守了，早上哦，听到这个熏陶姐的分享了，她说她的这个大伯了，那也是生病，后来是癌症，那她一直不敢跟，他们全家人哦，都说不敢跟公公讲哦，不要跟公公讲，因为怕公公，她的公公太难过啊。那可是他的这个熏陶姐的公公啊，这个也是一定心里有底啦。一个平常生活在一起的人，两三个礼拜没回家，那在医院难道只是个小小的病吗？那所以那感谢神那神也赐给熏陶姐智慧也他就觉得不行就提醒他那求他祷告了求神保守他们的心跟公公讲了实话得了癌症那感谢神最后还有机会到医院去看他最后一面，哇！那公公就说我看他，我就想到的都是那些以前小时候的画面感谢神这就是神安慰他们的心了那所以这个倘若都不讲哇，那会不会最后一面看不到？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挑战的那这里也告诉我们真正属神的人神会保守他的信心。那也看到大卫的祷告就是顺服神的旨意。二十节说他知道这件事实之后，他就起来沐浴、抹膏、换衣服、进殿吃饭，表示回到正常的生活。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面对这个亲人的离世，哇，真的很难忧伤过度，一定会舍不得的可是，但那种有一直走不出来陷在那个里面那所以圣经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真的，一点信心就没有了。那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怎么会有这种信心回到正常人的生活那是因为他完全顺服神的安排前面祷告迫切的祷告倘若神可以怜悯他，给他机会。好，那现在确定了神的旨意是这样，那就回来正常的生活。这是从神才有的，从神给我们的安慰了也听过一个姐妹她的这个先生也过世那这个大部分人一定是非常的难过了。可是这个姐妹她见证说，很奇怪，当下先生过世的那段时间还有到丧礼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悲伤那会难过会舍不得可是没有这么的痛哭到无法生活了还是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过了几年之后，他翻起他先生的那个相片，突然间心头涌上很难过的那种感觉，他就一直哭，一直哭，痛哭。那他才想到说，原来当时是神保守他让他不至于太过哭泣难过。在那段时间神的安慰让他不至于乱了自己的生活。直到在后面他可以面对的时候，神才让他面对。所以我们真的人很需要神人都很软弱，只有神给我们的安慰，我们才有办法走过那一种阴霾。那我们从里面我们看到这一段，我们要谈到的是大卫的那个信心。大卫的信心不至于断绝，倘若他信心是断绝的，他儿子这个他的孩子死的时候，他的信心一样也会荡到谷底。哇，我信这个神做什么？我已经死，我反正我都犯罪了，我远离神了，算了。这就是以那个信心失落的人的反应。可是大卫他的信心在这边让我们学习到顺服神的安排。所以第二段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要因真理自责，受过苦，信心顺服神的安排，那默默的忍受，承受神给的一切刑罚，不骄傲，走过维持这段信心。这是我们从第二段里面看到大卫的信心。
第三个部分二十啊，这个二十三节以下谈到的啊，十三啊，二十三节以下呢，我们谈到啊，这个大卫攻取拉巴那这一段是承接在十一章第一节因为当时他们亚门人来在攻取拉巴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出去没有还在耶路撒冷呢那所以十一、十二章就穿插把这件大卫犯罪的事情掺沾在里面。可是他走过去之后，二十四节神就让他生了所罗门，而且神喜悦他。那二十六节以下就说到攻取拉巴之后，约押叫大卫出来，同一场战役，十一、十二章是同一场战役。那最后得胜之后，把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我们这里要谈到的是因信称义的操练，走过那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因为这一段在罗马书有特别的来提及，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第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阿们。在罗马书当中第四章，他在谈到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因为罗马书他是写给一群这个有旧约观念的，那后来受洗成为真信徒的这些人写的了，所以他们对旧约的这些东西很了解。那所以保罗他要谈到的是因信称义的道理，第四章他就提出两个人，百姓很熟悉的，第一个叫做亚伯拉罕，第二个就是大卫。那大卫我们说他是因信称义的代表，在这边提到为什么大卫说第五节有说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今天被神称义，要相信我们是罪人，那因为相信神，相信耶稣，神才会称我们为义人。第六节说到大卫，他引这一段，这一段是出自于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第二节。那他说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大卫的行为不好，不好了，可是但是大卫却能够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是因为他的信心。那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叫做所谓因信称义的操练。为什么这么说？因信称义表示不是因为行为被神称义，我们的行为都不是很好，可是因为我们今天相信。好，那所以罗马书他在谈到就是你信，那要以至于信，那就是那个信心不要断绝。可能中间有很多魔鬼的控告，那因为罪远离神等等，但是那个信不断绝，称这个罪人，称这个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他的信心不断绝，那回到神的真理当中，那改正行动作为，那个叫做真实的悔改。所以我们说新旧约啦，新旧约是同一个神，神的作为是一样。那我们要谈到说并不是说这个人什么这个犯罪的都没有关系，不是，我们看到那个刑罚一直追着他。那可是
当我们人远离神的时候，那要怎么办才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呢？就是那个信心了。拿单对大卫说，你行这事，让神的仇敌，也就是魔鬼，有亵渎的机会。所以魔鬼的控告一定会追着大卫，追着他。那要能够胜过魔鬼，那就是那个信心了。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到，当他走过那段信心的操练，神再把这个冠冕戴在他头上。那在这一场战役当中，我们是看到这个人必须要走过了，因为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要与主同掌王权的。那我们必须要能够从真理得到自责。这个他要怎么走过？第一个，一定要因为真理自责。那这个一定要有人讲真理的，像拿单一样，因为真理自责之后，他很承认己罪，毫无保留的在神面前，而且他也很默默的承受神给他一切的操练。那在那个操练过程当中，魔鬼的控告，家破人亡，那等等苦难，他的信心不致断绝。那有这种信心，神才带我们走过。所以从这章当中，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不要像大卫到这种地步，面对神的这种刑罚，家破人亡了，那很痛苦，那刀剑不离我们的家。所以我们要保持谨慎的心。那倘若我们也在信仰当中远离神，我们应当要维持对神的信心。在那种操练里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想要放弃这份信仰，可是大卫没有，他默默的承受神给他一切的管教操练刑罚，信心不致断绝。那我们在这边看到，他是因信称义的代表。恳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软弱当中依然维持对主的信心不致断绝。一起来唱赞美诗。